高兴。我操！我给你们看一下西安的这个雨，大成怂了，我都不敢出去。那河里面有出道吗？宝鸡的山洪爆发了啊！这尖山沟冲出来的水，脏水带着杂物。你看个吃，你看财富大都跑了，你看把那个店吃，现在财富大都往吃跑的，桥都塌了，这当个是全倒了，全成水黑，已经有几个车成跑了。又一个车，看汽车。这他妈，好多车呀！这是。
啊，整点弄不开，里头还有俩人。他都是吃烟的，给。哎，兄弟，这哪块给你？啊？哎，兄弟。啊？这哪块给你？那点不管用，那是火车道。牛啊牛啊，我这牛也见了呀！政府呀，我想想法咋折的呀？我今天牛啊牛咋折的呀？孩子搞的人人掉下去了，起来吗？人起来了吗？人掉下去了哈，不会起，不会起的。掉到高铁和下面去了。坐一下，坐一下。你看人掉下去了哈，我的孩子危险。你看，哎，你乖乖。正常的吧，啊。应该是你的。好好好，好，不休息一下，休息。放好人了，放好了。放好了，你路过呀？啊，这边。有事吗？还是要这边坐坐吗？要这边坐坐是吧？我能累了，张扬张扬，张龙我真累了。新车拍照了没上？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
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